要不说两句啊？开心点。非常听懂，对，非常感谢多年支持我们中国音乐的在座的观众，还有关键的问题是赞助商很主要，对我们多年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有谢谢今天现场各位现场的嘉宾，他们掌声很大，最好再大一点好。你的国语再标准一点更好，好吧？我的国语跟你半斤八两。OK， 今日呢首欢快嘅吓《春娇是马》，咁我哋洗耳恭听。OK， 掌声再次，谢谢。